两尊啊。
咱规种话来上好，咱若无法度，咱就以这四个部分，咱也四个重点来研究这种。咱对伊个哦，好学生回去谈，头前个部分吼，个体认知能力，那我是要来解释这三个，一开始解中名义这三个，就甲咱讲思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画之不见，全部拢是无呢，不见不闻不听。我先简单字面上意思先甲伊先讲出来吼，视之不见就是看袂到的物件。我说白话，咱就白话去记啦。因为这是算是名词解释，这我都会有这个名词来解释一下，用这个来解释这个。这鱼是种平坦的意思的，咱拢嘛知嘛吼。地平线咱看袂到，咱看到是只那条线尔，所以这鱼有平坦的意思。以咱讲个是以为天地嘛，足平足远个物件，想要看会着，搁想要看袂着，所以才甲咱讲，视之不见，用即个字来代表，听之不闻，咱听袂着个声音，叫做耳啊。即、这个耳个字义有正少少，正细微，正少意思，听个物件。甚至个无声啊！其实吼，咱无法度完全处于无声环境吼，是安怎讲？地球嘛要转呢，地球嘛要转呢，所以咱是处于一个动的世界啦。宇宙嘛要转，银河系嘛要转呢，宇宙学家拢有研究啊，宇宙、银河也是在旋转呢，太阳系也是在旋转呢。所以这个动的世界，咱拢知啦，声音就是由。有动有声嘛，一定拢有声的啦。但是地球的声咱听会着，就听袂着啊嘛。但是咱肯定的是，一定有声的啦，无可能讲有物件会动无声啦。细胞嘛会动的，哦，微生物嘛会动的。这有时拢无声的，是咱听袂着的。这有声的，咱听袂着的物件，我所以甲咱讲，这耳来代表啦。学之不精，变幻去啊！学就是你要去动嘛，你要去，这学就是一个动作的意思啦。你包括其他讲你用手拍，还是讲你去做一个动作，你想要得着，还是你得袂着，这物件叫微，微就是微，微就是少，就是小，就是暗，就是无明。咱我都讲这些物件，学之不精，所以这三句话重点就是要甲咱讲。个体的物件，其实这种吼，这三步非常重要。开宗明义的，脑髓的个体经，通常是重点啦。开始讲白拢重要，开始讲到这重点，后边要用重点来收尾。所以这种吼，这三步，伊的精髓非常重要。所以就发在来讲个体偏执的物件啦。那第一种就讲啊嘛吼，个体个体上头一直讲到最后。偏执又偏，重要之。你讲这个道德的物件，你讲这个道德物件，一定是会偏执又偏，重要之。啊，偏执又偏，视之不闻，偏视之不见，偏执不闻，学之不精。这物件是偏执又偏啊。你若是偏执又偏，咱好多，因咱正啊袂着嘛，咱看袂着，听袂着，望袂着的物件。咱是感官。咱个五官感觉受会着物件，这是偏执。哦，若发意识意识是，若发对这三发心的，吼，咱来共同来探讨看卖啊。这三者拢不可着啦，这是啥物偏执啊？偏执啊？取名称意思，偏就是暗啊，明就是偏是乌啦，明是暗。乌物件看袂清楚。明的物件暗的看袂清楚，但是无清楚无代表伊不存在，无清楚只是咱正觉袂着，迄三者拢正觉袂着，偏执物件。这个偏执的事实，庄子跟你讲出来，庄子人解释这个道理物件，嘛是用这个偏执来讲，对我听者来补充这种解释。这三者拢是咱得袂着物件哦，但是偏执物件。但是，迄只有遐个物件是咱个感官啊，咱个慢意识啊，
咱感受袂到，咱看袂到。你是咱咧甲你一些碰一句话，但是呢，咱有些物件感受袂到啦。咱有通讲看袂到、听袂到、摸袂到，算了，免学啦。耳看袂到，这里免练，免学啦。但是是安尼哦，咱的心，咱的自性，自主性甲心，甲耳同款。所以咱有这个自性，咱有这个心，咱就机会来。了解这个东西，所以呢，这种是要拍破这个，那个固执啦。固执方面，一定一定固执方面有看，没有摸着，没有听着，要有你感受啊，那个自信感受啊。